早晨，今天是来到泰国的第三日，现在就是朝早的12点钟，我现在就在这个巴东海滩，现在就去吃东西了。去了这间 Google 有4.7分的富贵饭店吃早餐，定不知是午餐，喜欢吃芒果糯米饭的朋友记得要来试一下。话咁快就到咗做 SPA 嘅时间 ，Let's Relax 系一间我每次去泰国都会做嘅 SPA， 就等我简单介绍下个流程啦。首先佢俾你拣做 SPA 嘅精油，就咁睇啲字唔知啲味系点，你可以即刻试下闻嘅。隔篱系做磨砂先会用嘅磨砂膏，拣好之后你就可以一边饮住佢准备俾你嘅柠檬醋，一边填住佢俾你嘅表。呢个表系用嚟话俾按摩师听，你想边啲部位按得多啲，边啲部位唔可以按。搞掂好晒之后，你就可以上房冲凉。然后换上佢准备俾你嘅性感透视小内裤，跟住落嚟你就可以好好咁享受放松一下啦。咁完事之后佢会俾杯事后姜茶嚟嘅，但系通常我都唔会饮嘅，因为实在太重姜味啦。喺泰国 FH 嚟讲咧，我觉得喺度按摩都唔会话有个好差嘅体验咯。不过 Less Relax 系令到你升仙，我今次拣中力啦，但系以往我拣中力都 OK， 但系今次点解咧？嗰只按得特别肉紧，好似想捽死我咁样咯。尤其是佢按膊头嗰个时咧，佢系成只手捻落去，哇黐线！跟住咧，佢有一个动作咧，就系攞呢个位啊，攞针咁样咧，喺度约落嚟我度啦，约啦，一只手咧就负责咁样掹开我个头啦，一只手负责喺度追我膊头啦，就好似想将你度分开咁样。我唔知呢个动作系放松边一度啊，但系我觉得放松唔到，即系佢喺度约一下两下三。之后 ，Oh gosh， 好痛好痛，几时完？佢等四下五下，我谂住就系完啦。之后我真系真系成线啊！完之后，而家系5点零钟左右啦，太阳咧都准备开始落山嘅。咁就喺6点钟咧就会去睇人妖 show 啦。咁呢段时间先做唔到啲咩，咁所以就求其喺附近行下，就睇下有啲咩地方得意嘅去坐下咁样咯。而家咧就发现咗一间装修好精致嘅咖啡店，咁啊入去睇下有啲咩食啦。好夸张啊！呢啲一杯嘢。嗌咗一個呢個 toast， 同埋嗌杯蒸羅茶。俾啲觀眾睇先。食完咁精緻嘅甜品之後咧，又差唔多時候起行啦。呢一個係卡倫海灘嘅海岸線，望住咁多人喺呢個日落嘅餘暉之下打排球，呢個 moment 真係好浪漫、好寫意啊！因为表演的场地不可以拍摄，我就直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了。虽然整个表演是以人妖两个字作为 gimmick， 但你千万不要对这两个字有很多的幻想。撇除人妖之外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歌舞表演。而整场表演他们是很紧凑的，上一首歌完了就立刻落到下一首了。无论是舞台效果、音响、背景、道具到表演者的服装和舞蹈等等，都是专业认真，绝对不是上台揈两下摁下个波就算。虽然他们是咪嘴唱歌，但他们真的跳足了整个钟。而他们咪嘴唱歌的范畴都是涉猎得很广泛，连韩国的阿里郎都有问你死命。咁总括而言，成个钟的表演都是100多港币左右，以这个价钱来看是物有所值的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都非常推荐大家来看看。好高大啊，佢好正啊，个细佬吓亲佢啦。未见过咁高大的女仔，睇下佢10万个唔愿意。OK. Thank you. 跟香港差不多，我覺得。但係加嗰啲粒粒嗰啲係咩嚟㗎？蒜。蒜啊！我唔係好中意食嗰啲，但係佢個味同香港冇乜分別。係咪蛋嚟㗎？定係糯米皮啊？我用泰文問下佢先，睇下聽唔聽得明我問咩先。Pika。他完全不理我。阿奶球，我麦考答一条。好啦，我不知道哪位的自信，用泰文问他，我是不懂听他泰文的回答的。这个黄色呢好像是蛋黄啊，红色这个好像是椰丝加牛肉咁样。哇，这个好咸喎，红色这个咸喎，但黄色个是甜，我中意食黄色个多啲。咁食落去咧就係似蛋卷嘅味，就係脆啲嘅蛋卷。Eat now， 就好搞笑喎！佢攞個氧氣泵咧泵住佢嘅喎，喺度沖緊嘅水啊，哦，之後夾翻起佢。仲有個泰式辣醬喺隔離。Thank you。而家試下呢個傳說中嘅海葡萄先，明明係日本嘢，但唔知泰國見到有咯。而家點一點呢個醬？唔知食緊啲乜嘢？我試下唔點醬就飲食先。
好熟喎呢個口感，似咩咧？似魚眼嗰嚿啫喱，但係基本上冇乜味。好吃嗎？還可以。你蘸一下這個吃。是嗎？對啊，就是一點辣。這樣更好吃一點。其實它就沒有什麼味道，就是靠這個醬。還是有一點海裡面的味道。對對。好好啊，輪我哋嘅鄰居咧請我哋食呢個麵。係咪咧？好熱情啊，佢哋。Not that spicy。呢個是 part time， 但係佢個面好像不是金邊粉嚟嘅。試下先。怎麼樣？這個不好吃嗎？呢個是係 part time 撈咗 part time 醬嘅腸粉，但我中意炒 part time 佢哋香啲，呢個粗啲係，呢個粗啲。頭先個辣豬肉湯咧，佢個湯咧我覺得太辣啦，同埋佢面頭有啲辣椒碎喺度咧，佢已經同嗰啲葱花啊蒜嗰啲攪埋一齊咧，你唔可以挑走去食，跟住變相你一飲咧，可能食到嚿辣椒你就覺得勁辣，同埋嗰個肉咧，我覺得係骨多肉少咁樣咯，你想要好斯文咁樣去食咧就好辣，即係用手拎住嗰嚿肉嚟食啲，先比較食得到啲肉咯。如果唔係攞筷子或者攞匙羹攪咧，就比較難食到。對比起上次介紹過嘅貨櫃市集，我覺得呢個夜市嘅 CP 值係更加高嘅。佢前半條街主要是買啲手工藝產品，你可以買啲乾貨咁；而後半條街就是小食攤檔啦。呢度無論是貨品定是小食的種類咧，都是多過貨櫃夜市好多噶。不過想嚟的話，又要留意翻佢哋嘅開放時間啦。我見佢哋9:00就開始收檔了。